大家好，我是猪头皮。我是日经港武林。日经，哇塞，大家拢足经，经经日经。我们受到这个声波萨满的邀请吼，我们去做。那、啊、到底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因为吼，那个声波萨满就是一个比较前卫啦，比较实验性啦，吼。没错，没错。啊，所以我就想讲。我嘛要搞我的表演，用一挂比较特别的方式来呈现，所以我找这个日经江雨人。日经江雨人是一个 Loop Station 高手，他会玩很多的器材，而且他会做很多咱唔捌听过的歌。脱口秀高手，但是我们总是想说，我们的表演唔是讲甲咱过去做过做安尼尔啦。我们要如何融合？我可能有一些搞笑摇滚或是文学的民谣、然后日经有很多脱口秀、很多玩具，没错，怎么样融合在这个声波萨满之内底，敬请各位期待，因为吼我嘛唔知讲到时会发生什么代志，到时会发生什么代志。刚刚讨论了一下，我觉得会超级有趣的。我觉得会出事，会出大事，会出大事，会出大事。你现在来给我们看，来看一下。哦，声波萨满2024，第一套陪声波江雨人，不是日经江雨人。感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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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